切啊，扫啊，不要呛我老吵啊！还是要切的，我少熟大了。哎呀，不要那么热情。好了，你不要笑那么大声。我这是少熟大了，哎。这个，有些人讲真的变切很大根，对不对？呀，其实都要切断，你切成葱花小段的，等下吃的时候没感觉，没有感觉，你就失去那个疏松它的特色。